来欢迎他们。我们这一团啊，是由我们很多社区里的婆婆妈妈们所组成的。我来调查一下，小朋友，揉一揉你的眼睛，快点揉啊，快点快点，很乖，那个有点配合的。来，在上面有没有看到你的妈妈的人举手？我告诉你，我刚刚已经调查过了，如果有超过五个人举手就很奇怪了，因为上面只有四个。哦，有阿嬷是不是？有没有来举高一点来站起来，老师看看你有没有看到你的阿嬷是不是？好，有看到你妈妈的人举手，有看到爸爸的人不能举手，这就有点糗了。好，我们这一群啊婆婆妈妈们非常精心制作这么漂亮的标语给我们学校，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个隐藏版的美女？有有有人讲得很好，每个人都是有一个人呢，穿的就跟我们不太跟他们不太一样，不合群。你有没有看到不合群的那个人呢？在哪里？那一班的小朋友有看到你们老师不见了吗？哎，这他们老师说不是你，
他们班都没有跑出来，为什么隔壁班的就跑出来了？隔壁班看不见。隔壁，哦，因为隔壁班看不见，是不是？来来，我们啊，利用平常啊，每次运动会的时候，我都很想反问，很酸是不是？来，手放下。不是啊，我想，对不起啊，我真的很想利用这个时间来访问一下我们蓝珠宇老师，你知道吗？因为啊，每次运动会的时候，蓝珠宇老师，人家排场中间在跳，他在下面也在跳，我就很好奇，没有吗？你真的是太谦虚了。我想说，请蓝珠宇老师站上。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他这美丽腰高的身材，是不是就是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去跳所养成的？啊，我们谢谢我们蓝珠宇老师跟他的团体一起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演出。没，你们的团体。好，来，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这一个美丽的队伍，谢谢他们。